起来的蛇，让我们看一下今天在这里会发生什么样的有趣故事吧。我是蝈蝈渔夫，刚刚我在农田里抓了好多好多的泥鳅啊，今天的收获真丰富呢，我要回去煮泥鳅吃了。哎，这是什么东西？而且还吃了我好多的泥鳅，现在泥鳅全都被你吃完了，我要出去继续给你找饭吃了。不过呢，把你自己放在这里也不太放心，所以我给你改造了一个小篮子，就是我之前用来装泥鳅的这个小篮子。我跟你说，这里边是有机关的，等下呢，如果有人来欺负你，你害怕了，你就可以咚一下跳出来吓死他们。静静在这里啊，我的零食可都在你旁边了，你要帮我守护他们哦。我要出去找泥鳅喽，拜拜。好啊，你看那个就是蝈蝈救回来的蛇啊。可是蝈蝈姐姐，你看旁边全都是蝈蝈藏的好吃的，我们要不然就去把那个好吃的拿来试一试。我们去偷零食吧。这蛇看着好可怕，怎么上帝看到吗？红了，它怎么眼睛都变颜色了？纯属虚构，小朋友们千万不要学他们来偷。
偷我的零食。不要学桃桃姐姐。对，也不要学黄丽姐姐。还有，更不要学我徒手去抓蛇。千万不要这样做吧，太可怕了。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吧，小朋友们一定不要忘记订阅新魔力玩具学校。